到底是什么东西又往上叫个不停。昨天在丛林中发现了一窝野鸡蛋，应该是曾经飞走的那只野鸡留下的，还利用摄影师的丝袜套在竹筒上，摆放在鱼儿的必经之路，利用石头压住，制作了一套狼和捕鱼装置，又在石头以及树枝上发现了很多双螺丝的卵，周围的双螺丝也是一抓一大把。经过一下午的摸索，收获了半锅子的双螺丝。螺丝焯水过后，加入辣椒酱爆炒，让我们在雨林中也能体验到搜罗自由。哎呀，吓死宝宝了！怎么啦，明姐？里面到底是啥呀？好像是饼糊，这洞太深了，黑漆漆的，啥也看不到。啊，让我来看看。来个灯给我。哎呦，小家伙，又往上咕啊咕啊的，我以为是啥玩意呢，吵得我一晚上睡不着。找到没有？快拿出来给我看看。有啥可看的？就两只癞蛤蟆和几只蝙蝠，来捞我一把。在雨林里随处可见的小动物，不过几乎都是受保护的。来，你看，就像那几只猴子，一直趴在那树上盯着我，搞得我虎视眈眈的，不知道它要干嘛。走吧，去检查一下昨天布置的捕鱼陷阱。哎呀，完了，第一口都被水冲走了。哎，那个捕捞打水一闯空，啥也没有了。前面那个草丛里面，我也放了一个鱼球笼，给它弄出来放一下。哎呦，别说，还挺重的啊。哎呦妈呀，这啥玩意呀、啊？哎呦，粉粉嫩嫩的，别说还挺可爱的。你看，长了四只小爪子，布灵布灵的，太漂亮了。还是给它放了吧，这玩意长得有点像龙鳞，我可不想去踩缝纫机。拜拜了，小家伙，把入口门给它装好，再给它布置回去，然后用石头压住，再盖上一点杂草做伪装。走，再去检查下一个。然后就在前面，来取出来看一下。哎呦，别说还挺重，来放出来。完了，钻石头缝里去了。来，把这个迷你球放锅里，免得等一会儿又跑了。再把鱼笼给它布置回去。哎呀，糟了，我再掉水里了，这下拔就扣了。来，你用我这台苹果14 Pro Max 吧。哟，换手机了，怎么不买个最新款的了？那多贵呀、啊！现在上重重买20 iPhone 才更划算。我这台苹果14 Pro Max 只花了6600，比新款便宜3000。你看，省下的钱我又在重重买了一副耳机，它不香吗？真挺划算的。是呀，而且重重是官方印二手平台，每台手机都经过真人检测，只卖正品，真心推荐，买二手就买官方印过的。那前面还剩下最后一个龙珠，等我给它倒出来看一下。哦，有货有货，又是一条大头鱼跟小泥鳅。来，给它放锅里，这次可不能让它跑了。来，再把鱼笼给它布置回去。行了，这几条鱼也不够吃，等我们再去山上转转。来，你看，在这条河边上发现了一颗水蚁头，来给它拔出来看一下。哎，哎呦，哎，啥也没有啊。来，你看，这里发现了一颗山药。咱们顺藤摸瓜，找到它的根部，给它刨出来。哎，挖了半年，就挖了这么大个山药蛋子。哎，有总比没有好吧？哇塞，你看那是什么东西？布灵布灵的，还会发光。走吧，摄影师，天已经黑了，咱们加快脚步，赶回避风口。你听，这竹林里面一直有猴子在叫。你跟紧我的脚步，有什么情况我好保护你。